来了，你看看我的牙，这黄桃我能吃得动吗？去给我做一个我能吃得动的去。好，等着，找一个长相漂亮的黄桃，去皮儿，切片，到锅里加一把冰糖，两碗清水，小火煮开，加入20克冰粉粉，和了匀，到碗里，放冰箱冷藏凝固定型。黄桃果冻就做好了。进来的家人们，如果您也喜欢美食，请给燕子留个双击再走。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，感谢。好不好吃，老公？好吃好吃，多吃点，看你瘦的。